我叫司马刚，显然不是砸缸的那位。我是一名伙夫，正在烹饪一只鸽子，身后就是我们大王。这家伙长得跟朴实扮成屎一样的表情，情况不妙啊！大王，大王，别叫我大王，叫我将军大人。王振海，敌袭，敌袭，敌人杀过来了！快跑！待我飞鸽传书，盟国妖兵两面围剿，反败为胜，拿我飞鸽来！竟以硬谋反诛我飞哥，你个叛徒！哎呀，哎呀！我叫司马刚烈，马大名，能取个好点的名字吗？相传我的祖先是一名伙夫，战国时英勇牺牲了。作为英雄的后代，我显然有些惭愧。不过身后就是我们大王，这家伙情况不妙啊！大王，别叫我大王，叫我金座大人。怎样了？敌袭，敌袭，鬼子杀过来了！什么？该死的鬼子，通讯阻路，发兵救援，两面围剿，反败为胜。竟吃里扒外，断我救援，可恨之！哎呀，哎呀！我叫司马刚。相传我的爷爷是一名通讯战士，抗日时英勇牺牲了。作为英雄的后代，我显然有些惭愧。不过身后就是我们大王，这家伙。大王，大王，别叫大王，叫我浩南大人。怎么样？偷袭，偷袭，东星砍过来了。什么？容我召集兄弟四路会合，两面围剿，反败为胜。我叫司马，这是要做死的节奏吗？相传我的叔叔是一名卧底，执行任务的时候英勇牺牲了，后来还拍成了电影。我显然有些惭愧，不过身后就是我们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别叫我大王，叫我队长大人。什么情况？招了，招了 ，First 战队杀过来了。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是队友，你一直追着我杀，当然赢不了。大哥，我给你装个 QT 隐秘码，这样跟隔壁联合作战，沟通以后方便一点。听见吗？听见吗？隔壁，进房间，进房间。吴大爷，吴大爷，吴大爷，别走中路，我中路，我中路，别走上路，我上路。好，剩下的走下路，开始。快、啊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，上路，上路，上路，怎么回事？快快快，中路来帮一个，帮一下他！哎呀，上路你怎么又走进去了？你们淡定，怎么回事？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，QT 语音。你个弱智！